浪漫台山县是蔡英文总统最重要的客家政策，政府也会使82亿元来打造哦。在台山县按业到北方的罗浮公路乡的关西镇金山里，是黑收费沙矿的山区。民国80年，冯某乃生入西溪东埔，几只个月居民总算唔是够惊爱崩山呢。不过98年，部分西埔收费沙保留期，又讲是得开采的。对100年事业的阿祖水奶如带头申请，而来恢复开采关系的金山里和玉山里的沙灰沙矿。105年，环评委员建议要在案内二次将一道天意改团环评，按照北方提出的行政诉讼，居民受骗呢，讲停采的生意多多的恢复的野山呐，又会被破坏黑的。对5年前如果出现的攀山旅行，想要大家注意到一个事情。评论来看下先。今天不是带你们来看橘子哦。罗浮公路是接台山县日到北方风景一等奖的浪漫大道。路况要经过旗下的客家庄所形成的金山里，一只比出生一点多的甘妹，一粒粒绿叶饱满的甘妹，掉下条树爬风，就底下年会多诶。这个右边一阶一阶的，就是它以前开采的痕迹。其实那个以前那个山大概被挖了，应该有超过150米。看到阴光风，连忙的甘妹，蔡天日没有好舒适的欢喜。来到甘美园的一条人，慢慢来摘甘美。今天起来关心地方的环境问题。你遐咧甘美吼，拄好咧咧甘美吼，人当当出吼。看按按房的甘都了不得，你看你按按户外所在吼，你不一定会不会是雪山？你雪山哦，还一卖叫崩枪枪，佮崩枪枪还卖对了边人行是青苔。好，了了位，因那边还一卖了便宜，佮个有个肥全部背过来因那边，都在种那那条水果，全部都在我们的种。原来喺关西镇金山里，天然是过年无叶的沙灰沙，有叶叶的。安江的山呐，就会本人崩开来。地方人士动起起的，来期盼水里行，希望下下那多人来关心一个问题。本来是甲讲，采矿它在破坏，而不是一个永续。啊，然后帮我们尽量多带一些人回来。然后可以，也可以说透过青旅行来讲一话哈，让他们更了解安提坊上的文化。讲到古月关系，也是火沙。昨天一本书诶，就有诶。民国48年，台内、阿内、玉山也着矿场，有沙田开采。金山里一直都是15年前含起永城大火。认同作物拢东南生存，古叶种诶是块块咧。水奶厂哦，好不容易吼、哦，按天咧参稳生面，你阿片那人吼开始种了的水果种起来诶，其实也是迄个摘过来采，你阿片那人用个啥？好，做唔得讲采到了石头去赚钱，你阿片那人无东西好食，无饭好食，安样唔超个事情啊？提供一本石头来讲伊话哈，除了开采了一点哦，所以开采到了一点的时间。付了差不多，刚才都超过一世纪耶啊！啊，好不容易讲，你也得停下来哈，你也得反应，你也得让变啊好。你像提过开采噶，你也得菜啊，你也得水果，你也得是木麻的啦。刚才的全部奶粉是菜。本旦老到民国80年，父母来生意，慢慢的搬到东埔，到了101年，崩山采矿的噩梦总算结束的。没想到在104年，阿奶又申请爱再过来采。台内广场92年噶阿祖结束，哈，到102年完全停台的时间就话哈，挨得是想，太子家做过平安的日嘞，哈安心的。没想到到104年噶4月份，刚刚开第一摆的环评时，挨得太子家两吓到，哈，但我又还要开采。结果，伊都唔系原创啊，是减量生产而已啊，维持
维持个种个水内结个种个运作天呐、啊。矿田可准的范围就距离我那就50公尺而已。50公尺这一块，这块地过来就是矿区，它划成了矿业用地啊，就在这里。这里面像它划矿区的时候，也没有通知过这边哦，没有通知过任何一个人说这里划成矿区了。现在你看得到的那个白色石头的正下方，就是这一个树桥窝的居民的用水，它就在那个地方水源地。所以呢，以前它也因为这个矿区的开采，也让这边的人没有水用。金山里的苏克窝，就在室内空气的三脚下，居民看阿妹来话讲，爱同矿场上拼命。几乎挨到挨叫，哎，挨得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又想去开采，去啊，去开饭食，唔想挨苏克窝咧，规庄人就讲，跟挨耳朵冇挨咩，挨做埋本事。讲开采，这片山会不见吗？它都会不见，整个会不见这样。对，它会慢慢的挖下来，一直挖下来，就以后这个山就不见了。透过亚白西里下，也到岩下张地啊，原来此处父母来岩料沙灰沙，系透过做咩山啦，怎么以为？是在同一健康世界，同一健康世界吗？我们就住在那个对面，哦，住对面啊，对对对。此时就系咧睇金山里嘅装修员工，采矿业部分，系佢全无了解。特别细细嘅事，因是完全唔知讲。哦，打泵迄只唔好嘅事情，特别喺冬天讲，哦，打泵我是做专业食饭嘅哦。你哈养地工人来，迄个老因咧一家土地一家山咧，老去炸皮去啊。因正也摆嘢细里行几张地。原来几号塘的泵也一上，黑铁泵山总没好环境。那个河流就变成是黑色的，然后那个车子也不会塞车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今天我才听到说，哦，原来是因为这边那个因为蝙蝠洞会受到炸山的震动。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说这些记忆为什么一层一层一层的消失。钟秀云所讲的碧波路，过去是黑关西一段出名的景点，因为是由玉石泥冰茶许多个，台马村的人许多个老了，因脚带油皮，才替你们生意做多滚滚滚。那个假日的时候，不用想要坐，因为我们念富光国的嘛，我们不要想说要挤上那个公车，整车都是，我们讲说台北人来爬的。透过咧观光财来讲，伊话哈，你单单一只停车收好多块个停车费哈，一日就是10万公元。所以咧，特别观光人口了，观光的那人数伊话非常的多。你像茶叶蛋呐、啊，卖茶叶蛋、烤肉用具咧，等于话，佮吸个太好势哦啊，全部吸个太好啊。唔过，天顶采矿应费应检，必破的必做的。龙后风起来耶，年下慢慢来耶。所以73年年初的时间，伊话差不多都75年高，了不得慢慢接触那风台嘞。几多采矿采了了不得些，正经了不得就很多死路一条的，无人敢来啊。山是热空的，唔可以沙堆都冲山用的，变作为环境的杀手。92年那里台风那个产生过后有没有？我一直说它那个是地下水库。真的是一个地下水库，它所有的水，等于就是说我们这条连线受不了，龟裂了，它水往我们那边冲。其下台人拢睇江山的阿凡树，姜马岩如同对沙虫两甲表。民国101年落个一场大雨，对沙虫活下来，同其偷虫人的属性打枪枪。三唔地，我前慢来拖。我收一堆包堆鸦片来呀，是唔让啊？我一袋要几百公尺高，让我先来让那个山是唔让。叫挨个条山，讲嘛个，个一年间啊，挨损失50万，唔止呀。那多慢一拖呢？乜个呀？还慢一拖呀？个还慢一拖，我自家掉啊。
我这家了，我希望个用个田仔，爱几百年个山门个屯来屯安样，爱都水，唔是包堆俩大不咯？几个嘛个田仔吧。这一座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面有没有哈，就是它民国40几年开始就堆积到现在的舍石场，它总共有面积有32公顷，海拔最高的地方是480米。行进堆石场看不像不多的是头白日子比是山坡有尊桥有人家两边的是石太山坳啊，地背都还有幸福人家讲这个历史是说提过了幸福人家哈，一暗埔二当当个四神暗埔就落开水四神，加下油啊，那三夫冲人出来，木老铁为下非常非常的，个在民国68年那一年发生的。下后阿那台对石床开始种树的初林，不过阿芬叔讲，这根本就是假山呢，还是问题一千担。山大个石头再扎出来，不然一头一晒就会松脱啦。松脱其中个树子，个青草啊、奶骨啦，安落去就歪皮、歪紧皮啊。安落掠到掠无皮个头，让块树上到按长啊，个在遐种个上适宜啊。个假水，个假山嘞，都是。哦，假山。像最近几年的话，一些灾变也开始了。我们这边的话，说实在一点。3年，党主席换过，可是他们很过分啊！你们要去找专业的人来去鉴定，他才有可能赔偿。矿区如果在开采，给按个准的时间，俺那条线可能就磨好的一，就会变成小林村第二。穷用麦多空气度的玉山里的拍摄下，嘛有穷用的问题同受理。从礼拜来开说明说的时候，今麦又讲叫咱做好，什么以后这个哪里有损坏，一定照价赔偿。讲一样讲，当时做下去求助无门啊。当天人工石灰沙含多拍摄，拍摄下意思就是总的主体石灰沙带下。运送石灰石的流浪的吨呢，顺登山一级一级的吨体山头峰，就像插体村民的心肝头。水都黄黄的，整条河床都黄水啊！我那稻田都黄水，都不能耕作啊！那吃的水，我爸妈常常都吃到结石啊，我叔母也结石啊，一年手术2-3次啊。70岁嘛。80岁早就看唔样，崩山的糟蹋土鸟鸟。个就讲本来你老人家个来了，会带个的纪念件哈安天，个安阳件啊。也浮动瀑布了了，40年代、50年代这些人很向往回到这个地方啊。你讲转来的时间，哈。他这个咧讲讲咧，一点按个开发出来的时间就话哈，地方上还没开发得过快了。啊，加上你的农业上面再去改进的话，那是不是说，大家都回来了？黑山人家转来耶。顺登百年的石多呢，俺们刻几多比破龙，贵路的树种一定丰富，石灰石的梯子经过了100多年的风吹日晒同日度。平时呢，切片的体型，比破龙虽然无会比破的，总能使身体慢慢的形成。俺们的新政府给天二十八十年以来打出浪漫的退山线，沙冰等很多钱都买唔过来的山啊，本期一贴一百就做咩贴，最后留下来的不是浪漫的退山线，也是南来之足立立的退山线咯。